强烈冷气团来袭，全台风追雪，不过屏东要看见雪机会微乎其微。县府为了让乡亲也能够体验大雪纷飞，是在万年熄灯区打造了限定的飘雪秀。雪花在空中飘啊飘，大雪纷飞的景象竟然出现在国境之南，大人小孩都玩得超嗨。难得的景象，大家纷纷拿手机拍照留念。这地点就在屏东万年熄灯区，平时一年四季如春，这雪景难道是这波超强寒流带来的吗？原来是为了让乡亲也能赶上这波追雪潮，厂商特地搬出造雪机，打造限定飘雪秀。台北啊、北部啊、太平山还是什么阳明山都有下雪，我觉得很羡慕，难得在屏东也可以看到雪，所以赶快带小朋友去看雪哦，刚好又这几天天气那么冷，有雪这样非常的应景。不用上北部跑山区，就能够拥有绝美雪景照，再搭配春节即将来临，一旁还有3D 水舞灯光秀。仿佛一秒进入梦幻雪世界，活动快闪仅此一场。24号晚间，县长朱春敏也在脸书上限时宣传。挂保证，绝对让大家全身堆满雪。这另类独特的赏雪体验，像是魔法般限时3小时，果然让大家都玩得超开心。记者苏瑞平报道。